我是中考状元，因为长相清纯，被誉为才貌双全女状元，前途一片光明。高三开学，老师让我一对一帮扶混混男同学，我精心辅导他，却四处宣扬我喜欢他。后来他假意道歉，骗我去小旅馆，拍亲密视频发网上。他呀也就表面清纯，背地里则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怀孕了，父亲替我讨回公道，被活活摔死，投诉无门，母亲抱我跳海自尽。再睁眼，我回到老师让我一对一帮扶混混男同学那天。一，距离高考还有327天，看着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，我惊觉自己重生了，再次坐在熟悉的高三教室里，身体止不住的抖。楚楚，你怎么了？同桌沈鱼轻拍我大腿，低声关心。沈鱼长得漂亮，是公认的校花，一头乌黑油亮的过腰长发，不知撩动多少男生的心神。此刻他眉头轻蹙，细白的指尖落在我的大腿上，俨然一副很关心我的模样。可我只觉被海草缠上，阴暗潮湿，窒息冰冷。我没事，我不动声色侧身躲开他的触碰，透过窗户玻璃的反射，沈鱼眼底闪过不易察觉的算计。上一世我把沈鱼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他却在我水杯里加药，任由成也将我拖进小旅馆。如果说成也是害死我的猖鬼，沈鱼和他父亲沈成运才是操控一切的幕后黑手。为了清北保送名额，他们竟然找成也毁了我。讲台上沈成运的嘴巴张张合合，我完全没听他在放什么屁。因为这节课下课，他就会宣布一对一帮扶计划。铃，下课铃准时响起，同学们躁动起来。沈成运挺着油腻的大肚子，面色严肃地扫了全班一眼，塑料文件夹往讲台上一磕。我宣布个事儿啊，为了提高咱班的成绩，我决定成立一对一帮扶小组，名单放这了，你们自己换下座位。说完他头也不会走了，班里同学炸了，纷纷去讲台前看名单。我拿出辅导书看高考真题，沈鱼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问我，楚楚，你不去看你跟谁一组吗？我眼皮都没抬，都一样。他明知我和成也一组，还是挤进人群然后故作惊讶。天啊，楚楚，你居然和成也一组。二，成也是什么人？科科倒数第一，逃课抽烟打架，只要跟坏学生沾边的全都有他。偏偏长了一张还算周正的脸，个子高一点，身材瘦削，加上比同龄男生舍得花钱，捡微分碎盖，在学校人气高的不行，在每个人都要听家长的话老师的话，本分的做个好学生时，成也的存在仿佛一颗逆行的流星，耀眼迷人诱人堕落。都高三了，还让年级第一和倒数第一互相帮扶，傻子都看得出来不对劲。只不过大家看在沈成运是班主任的份上，敢怒不敢言。这个时候沈鱼站出来为我说话，就显得很微妙。他向来习惯用这种手段维持自己在同学心目中的美好形象，去年保送是三好学生名额，本来应该是我，但沈成运报的他的名字，他也是第一时间为我打抱不平，冲去办公室跟沈成运大吵一架，哭着回来我还安慰他一下午。他那个时候肯定在心里骂我大傻 X 吧。在同学们眼里，他和他爸关系一直很差，他爸唯利是图，他出淤泥而不染，只是他能力有限，小胳膊拗不过大腿。但想要了解一个人，永远不要听他说了什么，要看他最后得到了什么。沈家妇女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最后沈鱼是名声和好处都捞到的。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沈鱼冲下讲台来拉我，走，我们去找班主任。我在草稿纸上算完最后一个数，翻开参考书答案，一样的。我松了口气，放下手里的笔，抬头看向沈鱼的眼睛，沈鱼同学，你这是歧视成也同学，还是看不起所有学习不好的差生呢？三，沈鱼的成绩很稳定，万年老三，班级里几乎都是成绩比他差的。我这句话一问出口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太友善地看向他，连睡觉的成也耳朵都动了动。沈鱼瞳孔骤缩，拉我胳膊的手无力滑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笑了，上一世我听信沈鱼的话去找班主任，班主任就是当着全班的面这么说我的，以至于后来我在班里的人缘极差，那些喜欢成也的女同学还把我堵在厕所打了一顿。现在我只是将他的话如数奉还到他女儿身上，让一下喽，好学生。学习委员发卷子经过，狠狠撞了沈鱼的肩膀，沈鱼被撞了一个踉跄，脸色苍白不知所措。哦，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的话，那你去帮扶成也吧。那怎么行？沈鱼声调拔高，刺耳得很。反驳完他才发觉不合适，嘴角嗫嚅几下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起身拍拍他的肩膀，我知道你最心善了，刚刚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沈鱼感激地看向我，我已经手脚麻利地帮他收拾好书包递给他，既然你不愿意帮成也，就赶紧让成也坐过来吧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沈鱼瞪大眼睛愣在原地，手上还拿着我刚递给他的书包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第三排中间，是全教室最好的位置，为彰显自己后排靠窗王的故乡气质，成也坐在倒数第二排窗边。沈鱼指甲嵌入手心，渐渐红了眼眶，眼看就要哭出来。我打断施法，沈鱼你怎么哭了吗？只是让你给差生成也让个座位，你都这么委屈吗？四，闻言其他同学的目光再次刺向沈鱼，接连失态，沈鱼自知理亏，低头擦掉眼泪。怎么会呢？没有的事。沈鱼主动跟成也换座位，成也乖乖答应了。上一世成也不肯动，只能我换到他身边，他的位置偏就算了，还是摄像头死角，他上课自习总搞小动作打扰我学习，我跟老师反映也没有证据，这次成也抬头就能看见摄像头，上课只睡觉不敢搞小动作了。沈成运第二天才发现女儿坐在边上，但他自己做出来的幺蛾子也不好说什么。
我也没有像上一世一样用心辅导成也功课。我永远都记得他拿着我给他整理的笔记和知识点，到处说我暗恋他，想跟他在一起时的嘴脸，带着讥讽又不正经的嘲笑，让我彻底沦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跟成也就像不熟的同学，他睡他的觉，我学我的习。月考成绩出来，江楚两个大字稳居第一。江楚你真厉害，自从上高中一直都是第一呢。是啊，照这个势头就是高考状元了。我笑着接受同学的称赞。也不是，上一世跟成也当同桌的第一个月，我的成绩掉到第六，因为听力考试时他一直在我耳边放歌，我根本听不清广播里在说什么。我考了月考第一，沈鱼是最坐不住的。放学后我跟踪沈鱼来到教学楼后，成也想想办法吧，再这样下去我肯定拿不到保送名额的。说着他点脚吻上成也的额头，而我刚好拍下这一幕。五，第二天成也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，早上给我带牛奶面包，课间逃操去给我买奶茶，甚至在众目睽睽下变出一大束玫瑰单膝跪地，江楚老子对你一见钟情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故作惊讶捂住嘴巴指了指摄像头。成也行为恶劣，被教导主任抓典型，在讲台上做检讨。喂喂，成也接过话筒是玩音中气十足道，江楚老子就是爱你，惩罚我也爱你，快快把电给我断了。教导主任按住成也，气得脸都红了，所有人的目光看向我。哦哦，不怀好意的起哄。我低下头心里冷笑，上一世成也到处跟人说我是他的舔狗，这次就让他当舔狗当个够。下课沈鱼过来安慰我，楚楚你也别太难过，表面上在安慰我，实际上说的都是撺掇我跟成也在一起的话。我看成也是真的很喜欢你，而且他还是校草排行榜第一呢。说着说着，沈鱼朝我娇羞的眨眨眼睛，楚楚你的青春真精彩。精彩吗？可我只想平平淡淡参加高考，上一所好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，让爸爸妈妈的生活过得幸福一点。成也被停课反省一周，回来后仍然对我死缠烂打。我们班跟其他班篮球比赛，他投进三分球必定喊我江楚老子帅不帅，如果没有上辈子的惨痛经验，我可能早就沦陷在他们的陷阱里。但现在我头也没抬，在英语报纸的完形填空上利落写下 A， 全校都知道成也是我的舔狗。第二个月月考成绩出来，我的成绩不退反升，断层超过第二名30分。倒是沈鱼太操心我和成也的事，掉到第四。成也他们发现软的不行，换了种策略。当晚放学我被几个小摊妹堵了，什么牌子的塑料袋这么能装，我们野哥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摆什么架子。眼看小摊妹的巴掌就要落下，成也双手插兜漫不经心走过来，江楚老子耐心有限，再问一遍你跟不跟老子处。好啊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成也碎发下的眼睛一亮，什么？六，我推开前一秒还在狗叫的小太妹，边跑边回头灿然一笑。成也，下周运动会你拿男子1000米的冠军我就考虑考虑。刚刚跟小太妹推搡时，常年戴在耳朵上的大黑边框眼镜被打掉，跑下楼梯消失在成也视线的瞬间，我扯掉扎头发的皮筋，长发随风飘舞，头也不回地向校门跑。还没跑出几步，就听见成也站在窗边对我喊，江楚老子一定给你跑个第一回来。夕阳落下一抹暖黄，微风拂过，我扭头对成也笑着摆手，成也明显愣住，我回头敛起笑容。中考参加采访时，因为长相清纯，我被誉为才貌双全女状元，美貌加上任意一张牌都是王炸，但如果单出就是纯粹的灾难。虽然我学习还不错，但贫困的家境还是吸引了很多苍蝇。为了能心无旁骛地好好学习，我特意留厚重的刘海，戴大黑边框眼镜。尽管我并不近视，就像保送名额有两个，但沈鱼他们不会去打第二名陈延青的主意，因为陈延青的父亲是研究院院长，只有我无权无势。我努力藏锋，却连绽放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人踩进污泥。这一次我不介意早点利用优势，大不了淬一层毒，至少四亿妖也过。回到家洗手，我抬头对着镜子又笑了一次，笑容里满是少女独有的天真和明媚。成也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我精心练习成百上千次专门为他准备的。沈鱼，你就这么自信自己在成也心里的位置吗？那我们就试试看人心是不是都善变。当天有同学抓拍到我的回眸一笑，发到了校园论坛，还顺便说了成也为我跑1000米的赌注，美女学霸和学渣校霸八卦要素拉满，给高中枯燥的生活加了一把火，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还有人把我的照片放到校花榜投票，很快我就比校花沈鱼的票数还多。挖去，江楚什么时候变这么漂亮了？江楚一直很漂亮啊，你们没看过她中考采访视频吗？怪不得成也追她。我也要给楚楚美人写情书，铺天盖地的夸奖里一条恶评显得尤为格格不入，这也算漂亮，吃点好的吧。恶评很快被顶上来，生活索然无味，蛤蟆点评人类，发个照片让我们看看是谁口气这么大呗。再刷新显示恶评已删除，我清点屏幕，心里知道恶评的主人就是沈鱼，因为只有他喜欢发消息用空格代替标点，但结尾又加了句号，手机屏幕的荧光映在我的脸上。我点开沈鱼的微信头像，啊，才刚开始就坐不住了吗？七，成绩和校花评选都被我落一大截，饶是沈鱼习惯掩饰，这几天也装不下去，没怎么在我眼前晃悠。成也更是每天在操场练习跑步，窗外乌云密布，偏偏一丝风也没有，暴风雨要来了。砰，裁判发枪，男子1000米比赛正式开始。1000米不像其他比赛两激烈，很快就能出结果，
最后一圈，跑在前面的就剩程野和一个体育生，程野落后一个身位。沈鱼眼睛转了转，不怀好意地靠近我，楚楚，你要不要去终点给程野加油呀？其他女生听到，以母校八卦附和，对呀对呀，有江楚的鼓励，程野说不定真的能拿第一，还能为我们班多拿一块金牌呢。我红着脸低下头，抓住沈鱼的袖子，那你陪我一起好不好？我一个人不好意思。我故作娇羞，沈鱼嘴角勾起嘲讽的笑，好啊，我陪你。还有最后200米，我双手做喇叭状大喊，程野加油。不知道我的加油是不是真的起了效果，程野听到后笑得肆意，全力冲刺，竟然真的超过了体育生。少年身形奇长，运动中薄薄的一层肌肉线条明显，他在万众期待中撞线超过终点，却没停下来，而是朝我飞奔，狠狠撞进我怀里。时空停滞，周围同学的欢呼起哄声好像离我特别远，耳边只剩程野充满生命力的心跳，砰砰砰砰，震耳欲聋。人都是贱的，太容易得到的反而不会珍惜。上一世我出于好心无偿帮助程野辅导功课，他不但不感激，还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如今我只是设了点小小的关卡，程野对我的态度也180度大反转。听着耳边激烈的心跳声，我在想，程野，你的心脏也曾为沈鱼如此激烈的跳动过吗？但现在这份悸动是因为我了。程野的声音带着运动后的喘息，江楚，老子做到了。他大笑着向我宣告，眼里的笑意似星辰般闪耀。我把头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嗯，恭喜。周围同学都在吃瓜起哄，沈鱼落寞站在一旁，连虚假的笑意也扯不出来。看着他嵌入掌心的指甲，我笑得更开心了。当晚程野送沈鱼回家，回家的路上他们一前一后似乎在冷战。突然沈鱼回头狠狠抱住程野，他们俩拥抱了很久，大抵是想盖过我存在的痕迹，真是可笑吧。第二天下课，程野把我堵在器材室，他天生就有一股痞劲儿，胳膊随便一撑，光背影就足够让小女生尖叫，这回可以当我女朋友了吧。他心情很不错，食指轻抬我的下巴，俊俏的五官凑近，目光颇具侵略性的落在我的唇上。他的皮囊确实很有诱惑性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眨眨眼睛，伸手隔在我们中间，温热的气息落在我的指尖，暧昧在升温。程野眼里闪过不解，霸道揽住我的腰，我知道你喜欢的人不是我。程野瞳孔地震，揽我腰的大手僵住，我一点一点摆脱他的禁锢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程野垂眸反驳。我打开手机里拍到他和沈鱼的亲密照片，凑到他耳边轻声蛊惑，你喜欢沈鱼，我可以帮你。看到照片，程野放弃反抗，他自嘲一笑，你能怎么帮我？我手一抬，躲过程野想要抢手机的大手，我可以跟你假扮情侣，教你怎么追沈鱼。程野靠在墙边，半张脸隐匿在阴影里，良久，他勾了勾左边唇角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嗤笑，就凭你自己，这辈子也追不到沈鱼，反正你又不会吃亏，我劝你好好考虑。我转身离开，还没走出门，手腕被程野攥住，我要怎么做？奖牌带了吗？程野点头，从包里拽出男子1000米冠军奖牌，给我戴上，我命令道。程野愣了愣，乖乖照做，咔嚓，我找好角度拍下他为我戴奖牌的一幕。我拿过他的手机接收图片，发布到个人动态上。程野有些生气地夺过手机，语气不善，你在干什么？跟女孩子在一起的第一步正是又光明正大地拉她进入你的生活。程野停住按删除的手指，我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，你呀，就是因为一直畏畏缩缩才无法跟沈鱼更进一步啊。我知道你已经习惯跟沈鱼的相处模式，一时无法改变，所以我陪你练习怎么样？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。程野沉默良久，沉沉地说了声好。九，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程野都没什么脑子，既然沈鱼可以利用他，那我为什么不呢？程野本来就因为长得帅关注度很高，动态一发再次引发同学们热议，程野运动会冲过来抱我的画面给大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。我跟程野的合照又确实亮眼，底下几乎都是评论般配和磕到了。沈鱼酸溜溜的恶评和反驳很快湮灭在众人放出的细节糖下，毕竟程野舔了我蛮久的，只要肯扒全是糖。在我的精心调教下，程野很快成为24校好男友，中午食堂人多，我就让他帮我打饭回来吃，省去几十堂的时间，还能多做一道物理大题。图书馆打扫卫生也是我在一边看书，他负责把我那份也做了。我踮脚拿书时，书架倒了，小心！程野下意识第一时间冲过来接住我，因为我曾告诉他把我当成沈鱼一样对待。午后阳光温柔，我和程野的距离亲密的让人脸红，灰尘在阳光中飞舞。程野滚了滚喉结，看我的眼神渐渐染上危险气息。我侧身躲过他的亲吻，他按住我的肩膀，力道很重，按得我有些疼。你躲什么？我没有躲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后悔。我抬头直直盯着他的眼睛，喜欢一个人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对他忠贞，如果沈鱼知道我们做过亲密的事，他会怎么想？程野眼底的光暗淡，渐渐松开钳制我的大手，低声喃喃，忠贞吗？而在他看不见的背后，沈鱼慌乱离开。从他的角度看到的画面一定很刺激吧。十，秋雨绵绵，从倒数第二节课一直下到放学也没有停歇的迹象，一群没带伞的同学堵在教学楼门口，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？我还想回家打游戏呢，早知道听我妈的话带把伞了。楚楚，你带伞了吗？我摇摇头，没。旁边的女同学把我往程野身边撞了撞，她狡黠的眨眨眼，哎呀，楚楚没带伞，程野不是带了吗？程野收回给沈鱼递伞的手，毕竟在其他同学眼里我才是他的女友。
这个时候把伞给沈鱼，只会让沈鱼背上第三者的骂名。沈鱼顺势将程野推到我面前，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，不就是想送楚楚回家吗？我帮你说，你快去吧。程野眼底闪过落寞，被喜欢的人利用，一次次推开的滋味不好受吧。肚子里憋着气，程野舌头顶了顶左脸颊，一把过我，哗啦撑开伞，走吧，送你回家。习惯使然，程野下意识把伞往我这边偏，自己的肩膀淋湿一大片。路上程野情绪不高，我们俩谁都没说话，耳边只有雨滴落在雨伞上的急促声。夜幕降临，路灯亮起，阴阴的光亮在黑暗的雨幕里显得那么渺小，随时被黑暗吞没。程野跟着我越走越偏，直到马路消失，小路变得泥泞。程野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，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人，因为我上学他们外出打工，才在城中村租房住。巷口妈妈熟悉的身影正在推馄饨车，我冲出程野的伞去帮妈妈。程野见状也跟上来，阿姨好，我是江楚的同学程野。十一，妈妈被突然出现的我俩吓一跳，跟我打起手势，对程野憨厚的笑笑。我妈是聋哑人，我跟程野解释，妈妈小时候发烧，家里重男轻女不给她治，活活把耳朵脱聋。后来爸爸跟妈妈两情相悦，有了我。村里人又说我妈是灾星，生不出来儿子，但爸爸一点都不重男轻女，坚持供我读书。好在我也争气，学习一直很好，我只想快点长大赚钱，让爸爸妈妈过得好一点，而这一切都被毁了。罪魁祸首程野局促地坐在老旧的小椅子上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妈妈很高兴，在厨房忙活一会儿，端了两碗馄饨出来，她比划着让我拿筷子勺子。回来时妈妈正和程野写字交流，妈妈在本子上问小楚在学校跟同学们关系好吗，程野点头写下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我妈笑了，拍拍程野的肩膀，你俩说什么呢，勺子来了，好吃吗？程野端着碗喝汤，抽空点了点头，尽管用力控制，我还是发现他的眼眶红了。程野的妈妈是红灯区的小姐，不知道他爸是谁，他小时候没少因为这个被人嘲笑欺负。沈鱼跟他是青梅竹马的邻居，少年情谊，沈鱼是程野唯一的光，这也是沈鱼能够利用他的筹码。没被好好爱过的孩子，一碗馄饨也会感激涕零。我送程野到巷口，好了，就送到这吧。嗯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。程野顿了顿，环顾四周，我笑着开口，没想到我住的地方这么破吧。被我戳中内心想法，他挠挠头，阿姨做的馄饨挺好吃的。程野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怜惜，同情我，亦或是同情过去的他自己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经过这个夜晚，我在程野心里的地位肯定会发生变化。他大步流星，头也不回地扎进黑暗。世间不幸有千万种，程野，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同类才更应该互相帮助，不是吗？回家开门，风翻开妈妈的交流本，最后一句是妈妈的笔记，谢谢你，这是小楚第一次带同学回家。十二，送我回家一趟后，程野对我更好了。过去程野为我打饭做卫生，只是例行公事，现在打饭还会荤素搭配，特意跟阿姨强调不要葱化，真情从假意里生根发芽。同学们都在调侃，笑霸程野为爱从良。沈鱼面色绯红，咳嗽着经过。那天大雨，他淋雨回家，大病一场。他爸办公室有伞，但他就是不用。课间操的时候，程野和沈鱼一起消失。医务室里，两个人影挨得很近。可嗨嗨，沈鱼娇弱靠在程野的胸膛。你不会真的喜欢上江楚了吧？这次程野没有像往常一样立马否定。我看江楚成绩挺稳定的，不如我们去搞陈延青，他是第二名。不行，陈延青他们家不仅有在研究院的，还有人在关系统工作，风险太大了。所以呢，没权没势的我是最好的目标吗？情绪太激动，沈鱼甚至没发现程野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程野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《白夜行》，他上课从不听讲，看了一整天小说。趁他下课去厕所，我偷偷翻开《白夜行》扉页，致我独一无二的同源亮司沈鱼。小说里女主人公唐泽雪穗利用同源亮司作恶多端，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，还真跟现实里的沈鱼和程野一样。可是凭什么他们伟大的感情要用我做炮灰？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生老实本分，善良友好，只是因为挡了他的路就要被抹杀吗？程野回来继续看小说，你也在看白夜行啊？程野挑眉，你看过？嗯，给你剧透一下，最后同源亮司也没有跟唐泽雪穗在一起哦，还为了女主死掉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想要摘天上的月亮，除掉他身边的星星是没用的，你要一开始就去摘月亮才行。十三，期中联考，我的成绩全是第一，沈鱼状态回来，全校第三，市里给两个名额去听名校老师押题，沈成运以早恋为由让我停课一周，理所当然报上了陈延青和沈鱼的名字。陈延青远远望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沈鱼下课哭哭啼啼要把这个名额给我，当然最后不了了之。我倒是不在意，我关心的是程野对我的态度。程野听说我要被停课时，一直在课桌下抖动的腿停了，虽然有所改变，但不能保证紧要关头他会放弃沈鱼选择我，我需要更保险的措施。停课的时间刚刚好，也是那周同学们度过了十八岁成人礼，我们正式成为大人。喂，想要跟女生长久相处，就要带她进入自己的圈子，给你个机会带我出去玩。程野秒回，你不用学习，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学习了？程野没回我。二十分钟后，巷口摩托车声嗡鸣，他发来消息，出来。程野穿着黑色皮夹克，头盔下露出一双勾人的眼睛。我也不矫情，戴好头盔上车，揽上他的腰。那天天气很好，夕阳染红整片云海，
跨海大桥很长，但坐着城野的摩托车又显得很短。耳边的风呼啸而过，跟着一起叫嚣的还有青春的悸动。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城野，飙车确实又酷又爽。兜风结束，城野带我去他常去的 KTV， 刚进门就被服务生拦住。不好意思野哥，今天包场了。城野抬了抬下巴，拉着我就往外走。突然门被堵住，这不野哥吗？留刺猬头的男人上下打量我一番。这位是嫂子，长挺漂亮啊，一看就是好学生，还背着书包呢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十四，包间里又出来几个混混模样的男人。走吧，今天力哥的场子咱们算算就账。我和城野被推搡着走进最大的包间。包间里烟雾缭绕，有人扯着嗓子唱死了都要爱。中心的位置一圈人，但一眼就能看到主位上那位，剪裁合体的西装，金属边框眼镜，他只是坐在那什么都不干，身上那股游刃有余的慵懒气质也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沈丽，未来北边的霸主，跟我一样出身贫寒，凭借优异的成绩一路保送，公费出国留学，在美国创业大赛上获得人生第一桶金，26岁回国创立自己的公司，是名副其实的富一代。他公司的财力也是唯一可以跟城建集团抗衡的。我们一群人突然进来，原本唱歌跳舞的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，只有沈丽慢条斯理地凑近手上的红酒杯，浅尝一口。他好像对一切都毫不在意。力哥，这个是城野，上个月在咱们厂子里闹事，原来是在老大面前翻旧仇人的账。服务员经过，城野顺手拿起一杯酒仰头灌下。力哥，不知道你回来，我自罚一杯。包间安静的像停尸房，没人说话，没人动作，呼吸都小心翼翼。咔嗒，沈丽放下酒杯，杯底跟桌面碰撞，清脆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兀。沈丽旁边的男人一脸桃花相，眼神黏腻的盯了我半天，不怀好意道：野哥的女伴这么漂亮，不给力哥敬杯酒认识认识。十五，成也下意识站在我身前，保护意味明显。可惜现在的成也在沈丽面前就是蝼蚁，自身都难保，更别提保护我了。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手，安慰他没事，端起一杯酒朝沈丽走去。力哥，这杯我敬你。沈丽坐在最中间，穿越人群时有些挤，尤其经过沈丽身边那个面泛桃花的男人，他故意伸腿绊我，我看到了，于是一脚踩上去，如愿绊倒在沈丽身前，确切的说是沈丽腿前。这杯酒一点都没浪费，完完全全洒在他的双腿中间。周围人倒吸冷气，抱歉。沈丽眉头微皱，目光终于聚焦落在我的脸上。滚，他薄唇微起，还不快滚，有人打圆场。都滚，清冷的声音带着上位者的威压，包间里的人鱼贯而出，生怕晚了被殃及池鱼。成也被几个仇家架着赶另一个场，他可以不去的，但他们说如果他不去就拉我去。成也想都没想答应，让我先回家，这一去肯定凶多吉少，我巴不得他被好好教训，面上却不舍得叮嘱小心。成也离开前拍拍我的头安抚，没事，闹着玩的。他们的身影走远，我转头来到地下车库，堵在沈丽的迈巴赫前，车窗的遮光帘全拉上了。想到沈丽在狭小的空间里换裤子，我就觉得好笑，换洗的裤子里有内裤吗？突然车门打开，沈丽大长腿伸出，看见我，他眼里闪过厌烦，随即从钱夹里抽出一沓甩给我，滚。见我不肯走，又甩了一沓，见我还不肯走，他弯下腰按住我的肩膀，声音阴沉，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，而且我不搞底下人的女人，我勾上他的脖子，那不是更刺激？十六，下一秒沈丽把我狠狠按在车上，很用力，硌得我后背疼。我对你这种小伎俩不感兴趣，说的是伎俩，重音却落在小上，目光也流氓地扫过我的上半身。沈丽比我大八岁，属于成年男性的压迫感让我喘不上气。开玩笑的，我扒开他掐住我的脖子，你最近不是想要城南那块地？我可以告诉你城建集团的竞标底价。沈丽眼底暗流涌动，让人看不透，手上的力气却松了下来。我趁机喘气呼吸，凭什么？凭你信我又不会吃亏，但不信我会损失一个大项目。沈丽抹撒腕上精致的手表，时间一分一秒经过尤为漫长，你为什么帮我？沈丽目光探究在我脸上圈寻，还是说你想要得到什么？果然是天生的商人，总能一下抓到关键。中标建设以后，我要两套商品房，一套门市。沈丽沉默一会儿，呵呵笑起来，小姑娘，你知道城南那块地拿下来能赚多少钱吗？你就只要两套商品房，一套门市？我当然知道，但面对沈丽，不懂恰恰可以保护我自己，我总不能说我重生了，不想让这块地落在城野他爸头上吧？鬼才信我。其实我跟城野说谎了，我一直跟他说他这样这辈子都不会跟沈玉在一起，实际上他是城建集团老总程远江的私生子，程远江拿到城南的地后成为南城首富，认回城野，父子情深，给了他很多钱，还让他当上公司总裁。上一世因为我爸一直在为我上访讨回公道，他们就在他工地高空作业时动了设备的手脚，害得我爸从高空坠落而亡，程野一跃变成富二代，沈玉毕业后就嫁给他，两个人幸福美满，还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。我想看看这辈子没有钱他们这出戏会怎么唱，还唱不唱得下去。趁沈丽还在思考，我从包里拿出合同塞给她，口说无凭，这是合同，距离竞标还有一段时间，你可以好好考虑。对了，你妹妹的事或许我能帮上忙。听到妹妹，沈丽目光突然变得凌厉，我把校牌扔给她，考虑好了来找我。十七，
上任多疑，让他对我产生兴趣才行。强撑离开沈丽的视线，我才腿软蹲在地上。现在这个阶段，得罪沈丽比得罪成也更难搞。停课结束，我照常回去上学。成也的额头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痕，我心疼地为他贴上卡通创可贴。他嘴上说着好丑，却也没撕下来，甚至没换沈鱼为他准备的创可贴。下课，陈延钦递给我一份资料，是李老师的押题讲座讲义。意识到他是帮我学习，我接过讲义，笑着道谢：“谢谢你呀，陈延钦。”陈延钦一向高冷，或许是天气冷的缘故，耳朵和鼻尖都冻得红红的。他摸摸鼻头，别在意，我只是不想胜之不武。他看了看班主任，又看看我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跟我说。我笑着说好，但不会卷无辜的陈延钦进来。如果不被影响，我就像陈延钦一样度过这个高三吧。我想保护他安心高考，就像保护没被盯上的自己。陈延钦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最近沈成运越来越过分，经常找理由罚我不能听课，动不动上课时间让我去帮忙端茶倒水、收拾卫生、给他批阅试卷，美其名曰好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这是对我的锻炼。持续几周后，我装作忍不下去的样子去办公室找他：“沈老师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”沈成运吸溜一口浓茶：“江楚，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以你的能力就算参加考试也能考上。”我一脸茫然地看向沈成运，装作不明白他的意思：“所以呢？”“所以我把保送名额给你，你考试的时候写沈鱼的名字。”笑死，我本来以为他只是想让我放弃保送名额，估计是这辈子沈鱼成绩不稳定，就算我放弃他也不一定能拿到，才换了种方式。老师，你知道考试作弊是违法的吗？法，在学校我就是法，我劝你早点识相，不然到时候保送名额不是你的，考试你也不一定能参加。十八，沈成运威胁意味满满，对于一个什么都不懂，家里也没人撑腰的小女孩来说，确实是很优秀的托儿手段，但我已经不是孩子了。课间操广播，语文老师让我朗诵获奖作文，我直接放出沈成运威胁我的录音：“所以我把保送名额给你，你考试的时候写沈鱼的名字。”老师，你知道考试作弊是违法的吗？法，在学校我就是法，我劝你早点识相，不然到时候保送名额不是你的，考试你也不一定能参加。全校哗然，一直不满沈成运的同学们把录音发网上，并发小作文细数沈成运欺负我的细节，比如报十三号故意不报我的名字，让我上课的时候去打扫厕所，你个小兔崽子敢坑我。沈成运情绪激动，冲进广播室：“够了，我让你好好照顾尖子生，你就是这么照顾的吗？”校长气冲冲让保安把沈成运带走，回头慈爱地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孩子别怕，校长为你撑腰。”笑话，我是状元苗子，更何况现在沈成运也废了，不管是为了学校形象还是升学率都得保我。沈成运当天就被辞退，录音传播出去，这辈子跟好工作无缘了。沈鱼受人渣父亲牵连，自顾不暇，没什么时间找我查，日子难得清闲。下午自习课，校长突然开门：“江楚，出来一下。”“校长什么事？”“你哥找你。”看见麦巴赫上的沈丽，我才知道我多了个哥。考虑好了。十九，沈丽面色不悦，拉我上车，直奔疗养院。车开得飞快，窗外的景色糊成一片。“你去看过沈欣？”沈丽语气肯定。平板上播放我看护沈欣的画面。“没错，我故意的。沈丽这种人，如果不抓住她的痛点，怎么可能帮我？”“沈先生，沈小姐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上次江小姐来看她，她挺开心的。”护工如实告知。看视频也知道，沈欣很喜欢我。沈欣看见我的瞬间停止嘶吼，甜甜一笑。我过去抱抱她，她安静下来。沈丽兄妹的父母在他们小学的时候出车祸，双双身亡。沈丽在住宿学校读书，后来上大学出国，回家的时间很少。她这些年一直在外打拼，就想闯出一番名堂，给妹妹更好的生活。想不到钱赚到了，妹妹却疯了。沈丽在外那些年，沈欣由爷爷奶奶照顾，好在小姑娘懂事，学习成绩很好。就在中考那天，却突然没参加考试，在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疯了。沈丽回来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她混迹各大会所也是想找出当年的真相。而我关注沈欣，是因为她跟上一世的我的经历太像了。沈欣和沈余念同一所初中，这所初中保送重点高中的名额只有一个，而沈欣的成绩一直比沈余好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跟沈成运聊天那次，我意外得知沈余小考成绩很稳定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素质差，一到大考就失利，所以格外需要保送名额。沈欣的体检报告显示遭受过侵犯，但罪犯处理得很干净，找不到证据。沈欣遭受重大心理创伤，那部分恐怖的记忆完全忘记了。我陪沈欣玩了一会，阳光落下，她纯洁的像天使。沈丽隐匿在黑暗里，拳头紧握，她一定很后悔没能照顾好妹妹。沈欣突然敲了敲车窗，沈丽受宠若惊的接过妹妹送的花：“哥，给。”沈丽眼睛刷的就红了。二十，回去的路上，沈丽扔给我一份合同：“签好了，竞标成功，额外给你500万。”我接过合同，一时还有点不适应。我妹的事你都知道什么？只是个猜测，你别抱太大希望，可能到时候还需要你的帮忙。沈丽笑得渗人：“你知道耍我的后果吗？”车到了，我拉开车门，把城建集团的标的塞给沈丽：“等你中标了，再相信我也不迟。”高三下学期，日子过得飞快，一模、二模、三模前，沈丽中标，请我吃饭，这杯敬你。她抬头一饮而尽，才想起来我还在上学，扭头给我换了杯果汁：“你喝这个。”“你的猜测需要我什么帮助？”我咽下嘴里的牛排：“现在信我了？”“我信，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都信。”
城建集团老总程远江没拿到那块地，气急败坏，冲动之下买了城东的一块独地，价格低，风险高，他还真是买了颗好雷。三模结束，我的成绩几次模拟都稳居第一，保送基本稳了。我们这边保送也要参加高考，过了基础分数线才能被录取。最近沈宇找程野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但争吵居多，大多数时候都不欢而散。高考前一周，他们爆发了最大的争吵。沈宇拽住程野的衣领，歇斯底里道：“用中考时一样的方法不就行了吗？你现在想要做好人了？”程野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回头路了。中考时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？21，高考前一天，沈宇以找我押题为由，约我在咖啡馆见面。楚楚，你看这道题会不会考？趁我不注意，他阴险地往我杯里下药。沈宇眼神焦灼地看着我的水杯，我拿起来，他都兴奋得不行。突然，我放下水杯，捂住肚子。沈宇，我肚子有点疼，你陪我去个厕所吧。沈宇掩藏住不耐烦，弯起嘴角陪我去。沈丽安排好的服务生将我和沈宇的水交换。回来后，沈宇喝了几口就倒下了。我背包离开，我们俩都穿的校服，戴上帽子根本分不清谁是谁。果然，我刚离开，沈宇就被两个程野的朋友带去了程野开好房间的小旅馆。本以为沈丽是想留下证据，没想到他提前在程野开好的房间架设了录影机，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直播。视频里，程野和沈宇好像都中了药，画面之大胆，看的人血脉奋张，小脸通红。虽然很快被禁，但所有同学都知道那是程野和沈宇了。还有同学在班级群里艾特我，问我还好吗？手机消息瞬间99加。毕竟在善良天真的同学们眼里，我是妥妥的受害者。我一条消息也没回。关掉手机前，沈丽发来消息：高考加油。会的。高考第一科开始下雨，高考最后一科结束。这场绵延了整个青春的下雨终于停了。每年都有考生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参加考试，今年是沈宇和程野，而且槽点满满，就差这两天高考都忍不了。啧啧啧，沈宇这是干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程野有正牌女友，沈宇还跟她是闺蜜呢。人言可畏，流言更甚。不出意外，沈宇和程野的瓜这辈子都吃不完。每年同学聚会遇到老同学，他们都会被顶上耻辱柱，成为拉近关系的谈资。因为上一世的我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一次你们要好好体会体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滋味吧。沈宇自己搞事，怪不到我头上，也不会告程野，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因为丢人，恨不得不出门。程野给我发过一条消息，只有三个字：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他在对不起什么，他要对不起的可太多了。22，当年沈鑫出事，沈丽怀疑过很多人，第一个就怀疑过沈宇，但沈宇太干净了，干净到沈丽根本不知道他跟程野的关系原来那么好，所以这条线就断了。如果我不是重生的，我也不会把沈宇和程野联系到一起。经历过这件事，沈丽大概也知道沈鑫当年出了什么事，程野他们应该是留了视频，沈鑫才不敢发声，最后崩溃。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试着找找那份视频。沈丽闷头喝了一杯酒，她大概是不想沈鑫受到二次伤害，在纠结。我挪着椅子靠近，或者杀人诛心怎么样？我看新闻，城建集团最近很不太平，独地上施工造成大量工人患上白血病，虽然压下来了，但程远江应该迫切需要一个替罪羊。考试成绩出来，没有意外，我是状元。接受所有人的恭喜后，我跑到医院。今天是沈宇去做人流的日子，快到沈宇时，医院电视突然播报，城建集团老总程远将重金寻子。父子分开前，曾将一个玉项链留给儿子，那个玉项链程野早就送给沈宇了。下一位，沈宇。沈宇来了吗？我笑着捡起他的小票扔进垃圾桶。他真是每次选择都让人惊喜。升学宴同学聚会，沈宇以程野未婚妻的身份出席，程野被程远江认回去，现在是城建集团太子爷，两个人身上的大名牌 logo 恨不能亮瞎我们的狗眼。他们一进门，原本热热闹闹的同学瞬间闭嘴，眼神在我、沈宇和程野身上来回流转。在同学视角里，程野那么热烈地追求过我，沈宇又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纷纷同情地看向我安慰：情场失意，学业顺利，让我们祝江楚大美女前程似锦。我们正干杯，沈宇站出来冷嘲热讽：成绩好有什么用，人啊最后还是要看过的好不好。23，18-19岁的少年未经世俗沾染，面对沈宇的炫耀不为所动，没人搭理他，他气得牙痒痒。我点开手机搜索，城建集团的法人已经是程野了，所谓的父子情深在利益面前也不值一提吗？江楚，我们的大学在一个城市，到时候互相去彼此的学校玩吧。好呀。沈宇全程吃瘪，最后被程野拉走提前离席。期间程野远远看了我很久，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高考后的那个假期很长，没有作业，没有烦恼。高考后的那个假期又很短，学学车，睡睡懒觉就过去了。开学前，沈宇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会，说要给同窗们践行。我算算日子，应该就是那天。这种好事怎么能缺了我呢？宴会上，沈宇珠光宝气，最近他一直晒逛街买奢侈品的照片，看起来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但还要在我们身上找存在感。沈宇越过人群，端给我一盘龙虾。楚楚，你应该没吃过这么大的龙虾，我专门为你留的哦。我笑着接过，谢谢。没有阴阳怪气到我，沈宇翻了个白眼，真迟钝，没意思。同学撞撞我的胳膊，江楚，你没听出来他在嘲讽你吗？我剥掉虾壳，快吃，一会儿可吃不着了。同学同情地看看我，完了，孩子被刺激傻了。
今天的消费全由我的未婚夫成也买单。沈鱼开了瓶香槟庆祝。你好，成也先生非法使用毒地，涉嫌危害公共安全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执法人员破门而入，宴会在最高潮时戛然而止。24，这个夏天的尾巴，大学开学了，明亮的教室，各领域优秀的老师，一切仿佛做梦。我的人生终于走上正轨。大一开学典礼那天，我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讲话，沈丽带着沈欣来给我送花。如果没出意外，沈欣现在也是大学生了。我和沈丽对视一眼，报复还在继续。11放假，成也的调查也基本定性，要判刑7年。成远将卷钱跑路，所有责任都由成也承担。收到通知当天，沈鱼就约了人流手术。我在医院给沈丽打电话，成也有没有机会见见重要的人呢？很快，医院里响彻成也的呼喊：“沈鱼，沈鱼！”他瘦了很多，胡茬明显，疯狂拽住正要走进人流室的沈鱼：“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不要流掉他好不好？”沈鱼高高在上，看着成也跪在自己面前，抱住他已经显怀的肚子，一动不动，仿佛行尸走肉。沈鱼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带孩子去公园玩的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这是我们的孩子啊！沈鱼面目狰狞地掰开成也的手指，义无反顾地往人流室走。成也跪在地上，抱住他的双腿，被沈鱼狠狠踹开。沈鱼眼里全是恨意：“滚开！你要我怎么样？一个人学也不上，生下犯人的孩子吗？”成也，我的人生都被你毁了，你不闻，我再也不要看见你，我宁愿从没认识过你。沈鱼坚定地走进人流室，成也愣在原地，跪在地上茫然失措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眼神逐渐涣散。刚因为找到爸爸而欣喜，转眼就替爸爸顶罪，锒铛入狱。连沈鱼对自己也只有利用，毫无爱意，一直引以为傲的光灭了。25，沈鱼情绪起伏太大，手术出意外大出血，子宫摘除了。他醒来时，身边只有我。江厨，我现在这样你满意了吗？泪水从他眼角流下，他面色惨白的像是死一会儿了。我摇摇头，走到他身边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不关心高中学校的事了，所以特意来提醒你，陈延青出国了。陈延青出国，放弃保送名额，只要沈鱼参加高考过基础线，他是有机会保送的。”沈鱼机关算尽，把自己算进去了，多可笑啊！走出医院大门，沈鱼的尖叫响彻云霄，他跳楼了，本来该当场身亡的，沈丽给他配备了最好的医生，竟然不人不鬼的活下来，只不过这辈子都离不开病床了，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痛苦。我去监狱看过一次成也，没想到还有人探监，成也眼底闪过一丝光，他看见我就开始哭：“江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我举起食指放在嘴边，嘘，男子汉这么哭就不帅气了。还是第一次在成也脸上看到这么楚楚可怜的表情。你看你在监狱没过好吧，都瘦了。沈丽派人到成也家找到了沈欣被侵犯的视频，烧毁，在监狱里特地打点人好好照顾成也。成也红着眼睛问我：“江楚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挑挑眉：“嗯。”成也颤抖着唇哭诉：“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梦里我对你很差很差，把你害死了，还好梦都是反的，你没事。”江楚，我现在才明白你是对我最好的人，等我出狱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我会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出来。26，我打断他的煽情：“不对哦。”“什么不对？”我笑着看向成也：“你就不好奇这么多年都没被程远江找到，怎么突然就被找到了？”成也瞳孔瞪大，一脸不可置信：“是你，你好歹毒的心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我抬起右手止不住的颤抖，上一世的后遗症，面对成也时我都是极力克制。我歹毒？我曾经不歹毒过，但被你害死了，对你来说是梦，对我来说那些伤害都是真实经历过的，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恶心的想吐。成也双目通红，嘴里呢喃：“什么是真的？我真的害死过你吗？”成也，你装什么呢？如果我不歹毒，我不就是下一个沈欣吗？听到沈欣的名字，成也瘫坐在椅子上：“啊，你不会以为在我这里自己很干净吧？你就毫无希望的好好待在地狱里赎罪。”在医生的积极治疗下，沈欣渐渐恢复理智，只是忘记了那段痛苦的记忆，没事就黏着我，让我给他补习。他准备申请外国的学校，重新开始上学了。上大学后，我跟沈家兄妹的关系越来越好。下课，我在校门口等沈欣，沈丽开着迈巴赫来接我。上车，沈欣呢？没有他，我还不能带你去吃饭了。那倒也不是。红灯亮起，沈丽的目光温柔落在我身上。我翻开车前镜，龇牙，也没有菜叶子呀。沈丽没有移开目光的架势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你挺有趣的。沈先生，好奇心是坠入深渊的开端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前途和男人，我要站在我前途里的男人。晚安。